来做呢结婚仪式的感人见证。好，这个是我们教会的啊这样的誓词。我啊，我不晓得某某某，你们自己讲啊。如今郑重承认你啊对方的名字，做我的妻子、丈夫，并许诺从今以后，无论环境顺利、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、尊重你，终身不渝。好，那我们呢？现在呢？请现场的各位呢？就是交换的信物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请大家呢把要交换的信物戒指呢给拿出来。好，在交换信物之前呢，刚刚呢神父有先帮大家说了我们誓词的参考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要正式再来一次哦。那我的部分，听到我某某某后面就请你们接自己的名字哈，承认你后面谁谁谁就接对方的名字。我们来试一次哦，我某某某，我觉得不够大声哎，再大声一点好不好？现场那么多鸡在拍，快点快点，我们要上媒体的哈、哦。来，我某某某，如今郑重承认你某某某，做我的妻子或是丈夫，看着对方哦，并许诺从今以后。无论环境顺利，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，终身不渝。请新人们交换戒指，戴上戒指。这个仪式呢，也象征着彼此看重誓言，认同彼此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一个全新的身份，要一起牵手走下去的决心。在交换呢我们的戒指，戴上戒指之后，请我们的新人们给彼此一个深深的拥抱，好不好？耶、yeah! 啊 ，so sweet， 好可爱哦！有没有给老婆亲一个啦？我都没有看到，快点！甜蜜的感觉，有些新人好活泼，好，谢谢，哇，抱到不想放了，是不是？谢谢神父，谢谢，我们请神父回座，也请我们的新人们现在可以坐下，谢谢。